虽然这门关了，但是咱们该做的事儿，必须要继续做下去啊。这样吧，把我们的办公地点临时搬到我的老宅去。条件呢虽然艰苦了点儿，道路虽然坎坷了点儿，但是我相信前途是光明的。哼，你这个啊就是典型的阿 Q， 被人撵来撵去的，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，还自我安慰呢。这怎么能算是自我安慰呢？我告诉你。 这条件越艰苦的时候，那就离成功越来越近了。对于我们来说，这就像是黎明前的黑暗，但是光明却在前方。但是，对于那些不干好事的人来说，他就是黎明前的垂死挣扎。哎，团长说的对，咱们呀可不能就这么认输了啊！有道理，我支持。那我也支持一下。哎哎哎，贝贝。 刚才谁满腹牢骚？你这态度啊，转变太快了。我不就抱怨两句吗？你们好，我们找个人。哎，找谁呀？哪位是中路？我就是。哎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 怎么了这是？啊，老同志，老同志，老同志，有没有什么救命的药啊？有吗？老同志，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药。 感觉好点没有啊？喂，120吗？是这样啊，我在路上遇到一个行人突然晕倒了，好像是心脏病，能不能派个救护车过来啊？你是不是当过兵？对呀，您怎么知道的？ 那你还记得不记得2年前你救过一个人？他心脏病复发，倒在大街上，你给他喂的药。哦，是您呐！哎，这也太巧了吧！哎呀，是我就是我呀！哎呦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！哎，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，换做谁都会这么去做的。您说严重了？哎呀，不严重，不严重。 你想想，我倒在大街上都快不行了，如果不是你喂我药，我哪有今天呢？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来来来，坐下说。哎呀，来坐坐坐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！张先生，千万别再客气了，换做是谁都会这么做的。您要是真想感谢的话，要不您的厂房别转让了。哎，贝贝，哎呀，抱歉啊。 那块地呀，我们公司准备出让，啊！哎，除了这件事情，其他你提出任何要求，我都答应你，好不好？张总，不用了。既然你们已经有了安排了，我们就不用添麻烦了。哎呀，那就这样啊。好，那我先走。好的，好的，我送他去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改天我单独约你啊。 好，走走走，我送送你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应该的应该的，走走走。啊，刘部，哎，刘部，哎，你爸也太没人情味了吧，这么不懂得知恩图报啊！哎，贝贝，说话有点分寸。我想张总这么做，肯定是有他的难言之隐。张先生，您父亲让我喊您跟他一起走。是的。 都别愣着了，跟人家腾厂房吧。张副市长，人呢？照你的安排，在里面等着你呢。
别让人进来啊！是。不是你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啊？不是你看你，你还坐在我的位子上，你爸，这坐一会儿怎么了？那是你该坐的地方吗？站起来！行行行行，起来就起来，这又不是金銮殿的龙椅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！没事别来找我，别来找我。哎，你可倒好，今天你还找到办公室来了，你。我不来这里找你，我上你家找你啊。你敢让我去吗？不是，那你不能等到天黑了，我们在老地方见吗？我有急事啊。什么急事？说吧。是这样啊，还是为了我那铁矿石的事儿。 这不是鲲鹏吗？他一开完会回县里，就让咱们县的钢厂停产的停产，县产的县产，搞得我手上的矿石全积压在那里，这出不了手，我可就得赔死了。小错呀，这些年你搞矿石生意，赚了至少有1亿吧？啊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差不多就行了，该收手了。哎呀！ 我是打算收手，这不是想最后再捞一笔吗？这也没想到这矿石现在积压在手里，这得赔很多钱的。哎，爸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真救不了你。现在的政策是……哎呀，你别跟我政策不政策了，我没文化，我听不懂。总之啊，你赶紧给我想办法，跟这个县里打声招呼，叫他们让这个钢厂啊赶紧恢复生产。不是，县里的事情我不能随便插手的。 不是，这妹夫不是县里的县长吗？我可听说了，他是为了当书记啊，才把咱们这个县的厂矿企业停的停，关的关。你要是去跟他说的话，他敢不听你的？不是，这不是他敢不敢的问题，是我根本就不能跟他说这种话，我不能跟他挑明了，让他干什么，那样他会怀疑的。我不管。总之啊，你赶紧给我想办法。 让这个钢厂至少给我生产1-2个月，把我这批矿石给消化掉了。一旦我这批矿石出手了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不会再来烦你了。不行，现在风头正劲，我不能冒这个险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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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知道你只是在为自己考虑。谁考虑过我呀？从小到大。 没人关心我，没人管我。妈，你怎么走的这么早啊？看我多苦命啊！妈，你看看吧。妈，你要是在天有灵的话，你把我一块带走吧。我现在在这个世上。 已经是多余的了，妈呀！ 是这意思。唐爷，来出来一下，说个事儿。哎，哎，那个，你们继续啊。好，钱先生。老四，过来一下。啥事儿啊？你看我这个地方怎么弄它也弄不对劲儿啊！快帮我弄一下。我看看。就这个地方，你看怎么弄不对劲儿？你这样当然不对了。明明刚才秋月生就是这么教的，怎么不对呢？你还拧。
这么简单的问题我都能看出来了，唐一会看不出来啊？你肯定是记错了。哦，那你帮我弄弄看怎么弄。这样，你得把手立起来，哎，就这，哎，看清楚了吗？行啊，老四，真有两下子。当然了，关键是手法，上课必须听讲，别老整天就想着回家吃饭那点事儿，吃了上顿还就想下顿啊，就是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静一下啊，有件事儿跟大家宣布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，邱院士？是不是宗主任给我们来下订单了？就是啊，下订单了。订单是有的，但是我现在说的这件事儿不是订单的事儿。那啥事儿啊，唐爷？这堂课上完之后，咱们就解散了。为啥呀？又怎么又解散了？是啊。第一，因为该上的课已经上完了，不需要再集中上课了。如果有订单的话，我会送到你们家里，你们在家里头刻画就可以了。第二，这个厂房不租给正路了。啊，邱院士，这才搬来几天呢？就是啊，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有事儿啊，啥事儿啊？好了，大家别议论了，收拾东西回家吧。来，哎呀，这正路他们现在是连个落脚的地儿没有啊，耍啥猴？我现在看着他们那狼狈样，我就想笑。我爸这叫啥？这就叫老谋深算，诡计多端呐！闭嘴吧，不会说话憋回去，这是好词吗？这能乱用吗？不是不是，爸，我就那么个意思，我就。哎，你别老乱插话，我这还有正事儿呢，你老插什么话？别说我那事怎么办？别急啊，善人自有妙计。哎呀，急死我了！行行，善人善人，你快点说，你快点说，你怎么办呢？你让工人集体闹事儿，给政府施压。闹事儿倒行，咱人有都是。可是你闹完了以后，那管用吗？能开工吗？张所说了，只要把事儿闹大，就能开工。张所说呢？他是干啥的呀？他说他爸是市长啊，他说的。他爹不是市长，可没准他爹是省长啊。拉倒吧，他爹省长，我爸是装首长，我该说谁信呢？你说这，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哎，不过玩笑归玩笑，这个主意可是上边人出的，肯定有用。啊，你吃完饭回去准备准备，其他的事儿就交给表叔了，就是准保你开工。那行，表叔你这句话啊，饭我也不吃，我赶紧准备去。哎，急了！哎呀，行行，我赶紧去。这急的。哎呀，我说你呀，可别跟着着急了啊，急坏了身子，遭罪的还是你自己，听见没有？哎，你说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刚刚开门，这又关门了。这件事儿啊，你就叫郑路他们自己办去了，咱们也管不了啊。好点没？好点了。啊，给我倒一杯水。对。我就害怕呀，这么一来，退社的人就更多了。是啊。你看刚才我在来的路上吧，好多人都在议论退社的事儿。他退他们的，咱们不退，明天继续工作。我们还去做工作呀？当然了，我最近工作多有成效啊！你看，好几个人去报名了。我这倒不是有别的什么意思，你看你最近咳嗽的这么严重，我得带你到医院好好查查去。哎呀，没事，我的身体我知道。这好不容易这学医班不上课了，你这又要挨家挨户去，你说？哎呀。老两头，你就别啰嗦了，行不行？这样，你明天多给我熬一点梨汤带上。好。来，多放梨，少放糖，就是那个味道吧，就是酸酸的那种。
我知道了。哎呀，天都不早了，你回去吧，我没事了。啊。哎，那个梨汤啊，多熬一会儿。我知道了，还说我絮叨，我看你比我还絮叨。 都准备好没？都准备好了，横幅、扩音器，还有几个特殊安排的。怎么还特殊安排的呢？就是那种家里多姿多彩啊，这哭的狼啊，就那样。行啊，现在学不动脑筋了啊！这看看，跟你这么长时间看都看会了。对对对，明天呢，你带人啊，领头去闹，听没听见？有多大就有使多大劲儿，啊！往死后闹！哎呀，但明天我不能去，我得先躲起来，我这接应你们啊。 小锁又来找我了。这些年为了他，我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违反原则。没办法，我欠你们娘俩的实在是太多。 当年我回城上了大学，我不知道你已经怀了咱们的孩子，而且为了替我生下这个孩子，你连命都丢了，我真的是对不起。 小锁，你说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，没爸没妈，他受了多少罪？对他，我是满心的愧疚，所以我一直想补偿他。 就为陈和我一再的纵容他，我真怕他会出什么事。可欢，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帮他了，你不会怪我。 其实我这个人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，我也不为了小锁，我干了一些违心的事情。现在看来，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，我这不是在帮他。 同时，我也害了我自己。皇上上朝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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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
我有急事向您汇报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忙慌的？大同钢厂的工人在闹事，我们已经出警了，您看该怎么处置？他们想干什么？他们拉着横幅，要求让钢厂恢复生产，说他们要吃饭，他们要生活。这他妈不是胡闹吗？这不是？对这种要挟政府的行为，我们绝不妥协，马上加班警力，一切依法给我处置。 是，谁带头给我拒绝？是，回回来！这不行啊，没人搭理咱们。是啊，雷子，那你还有什么办法没有？要是咱们跳楼，逼他们表态。那不行，那咱们来这是为了工作。 工作没要到，还把命给大志啊！你是虎子咋的啊？那么让你真跳，吓吓唬得了呗。目的啊，是把现场给逼出来。对，你们去跳楼，去什么去？咱们商量完呢，你。李总，这跳楼真是没戏啊！现在没别招了啊，那软的不行，咱俩硬的呗。我就不信，咱们跳楼，他们县里能不出来人？好，那我们去楼顶。 在这儿吧，啊！哎，大家快看，有人跳楼了！哎，跳楼了！是那个赵雷，刘大壮，他俩跳楼了！快看，你们干什么？赶紧下来！我们要见县长，啊，让县长出来给我们个答复，不然我们就跳下去。 你们不要冲动，不要激动，有什么事咱们下来好好商量。没什么好商量的，我们要见县长。对，我们要见县长。你们等着，我向上面请示。还是劝解吧，避免激化矛盾，不要把事态扩大了。要保障工人的安全。明白了。 喂，县长，什么情况？什么？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给县长汇报。什么情况？县长，有几个工人要跳楼，提出要求，必须见您。张秘书，马上调消防车、救护车，走，去现场。 咋了，大哥？你没事吧？我高，我腿都软了。你小心点啊！哎，我是鲲鹏，你们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跟我提，千万不要冲动。 这样，你们在楼上等着我，我马上上楼，咱们来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啊。雷子，这县长都上来了，那咱们怎么办？要不我们下去吧？下去我们不就白来了吗？他们要是知道我们骗他们，那他俩工作不全没了？那现在怎么办啊？现在，这样，咱俩再往前走点，把这跳楼演得像一点，说不定啊。 县长就能答应我们这钢厂重新开工？啊，怎么弄啊？你鸟腿迈上去，这迈上去踩着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快！哎，你们别冲动啊，别冲动！往你别过来啊！你过来我们就跳下去，千万别冲动！我是鲲鹏，没成县的县长。你们想过没有啊？你们跳下去不要紧，你们的家里人怎么办？所以你们要相信政府，相信我。你们提的复工的要求，我们正在研究解决呢。研究解决？那就是措辞，借口。我不管。 我要你现在下令让我们开工，否则我就跳下去了。别冲动，别冲动。
我跟你说啊，冲动解决不了问题，还有可能搭上一条命，这样真的不值得。这世上除了生死，没别的大事了。我可以郑重地向你承诺，如果我鲲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那我就和你们一起从这儿掉下去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拿人格担保，绝不食言。县长都这么求你了，你还不下来？天大的事儿，咱们可以坐下来商量，别拿自己的性命不当一回事啊。 你们说话算不算话？县长这么多人都盯着呢，他们可以作证。我鲲鹏一县之长，如果解决不了你们的问题，那我负全部责任。啊，县长，我信你一次，那我不跳了。有几个工人在钢厂闹事。什么什么？ 剧中闹事，现在怎么样了？县里去人了，还好没出什么大事儿，但是有很严重的尘肺病。哎呀，人没事就好。工人们现在怎么样？县里进行了批评教育，他们已经回家了。嗯，松树呢？他知道吗？我给他打电话了，他说不知道。哼！哎呀，遇到这种事儿，他就是不知道。 爸，行啊，终于出现了啊！工人在厂里闹事，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是啊，我白问你，你能知道什么呀？我确实不知道嘛，工厂都停产了，我哪知道他们上哪？行行行行，现在回钢厂，让大家不要有过激的行为，好吧？你等等等等等等，我还是不放心，梅子，还是你去，要妥善的处理一下。 啊，好。哎，等等，查一查，看看是谁挑的头，然后严肃处理，要给政府一个交代。我知道了。你干嘛？跟着去啊！事情调查清楚没有？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是工厂工人赵雷等人利用厂长宋树出差之际。 趁机故意煽动工人们来给政府施压，企图让钢厂恢复生产。胆子也太大了，敢用这种方式要挟政府。带头那几个控制住没有？嗯，已经控制住了。对那些别有用心带头闹事、干扰社会秩序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人，必须依法严惩，绝不姑息。好的，跟县长，我马上去办。另外，你要做好防范工作。 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。明白。就。说吧，今天带头闹事儿的究竟是谁？赵雷啊，他说，只要我们示威，钢厂就能开工，我们就能上班挣钱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哎，松松。 我回去了，宋叔，我告诉你，既然现在已经查出来带头闹事的是赵雷，你必须把他开除。还有，在旁边煽风点火的几个人，你也得好好教育，别再出什么乱子了。姐，我觉得这么做不合适吧？赵雷这么去闹，那也是为了咱们厂子。 复工，咱出力呀！你觉得他是为厂子出力吗？万一今天有人从楼上跳下来，到时候死的死，伤的伤，那算是为了厂子好吗？现在说要那么严重吗？死伤的伤，那掉下来不也没事儿吗？什么叫没事儿啊？这出事儿就完了。松叔，我们虽然是做企业，但是不能只追求经济效益，也得注意社会效益。什么社会效益啊？什么社会效益啊？社会效益给我钱呢？ 行，我不跟你讨论什么社会效益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来之前咱爸说了，带头闹事的人必须开除，永不录用。不是这么做了以后，谁还愿意为咱出力呀？啊？行，爸，你都决定了，这我也管不了啊。行，那你们看着办吧，你们就。宋叔，等等等。 何同事把你家里来了，对对对，搬家里来了，暂时搬回来了，有时间回来坐坐啊。好, 好,
子，哎，厂房那边收拾怎么样了？收拾好了，学一班的。啊，学一班，梁老四正在收拾呢，一会儿骑着车把东西送回来。团长，设备找到新地方放了吗？这得感谢张扬做通了他爸的思想工作，答应咱们先把设备放在他那儿，等咱们有了新厂房再搬出去。怎么，他们把我们逼走，我们还得感谢他们呀？要不是他们，我们至于这样来回搬吗？还让人笑话。行了，别埋怨了。张扬他爸肯定又是难言之隐的。就是，不然当初为什么建了厂房而不投入生产？你想想看，谁会花那么多钱建了厂房再空着，一空就是那么多年？所以说呀，这里面肯定是有事儿啊。哎，你们想想，自从咱们搞这个煤硅开发，这发生了多少事儿啊？一开始先是方雷集团的王总，这收花收到一半，半道给跑了。再后来呢，是外地来的那个厂总，虽然答应收咱们的干花了，但是要求我们为他保密身份，这也是有苦衷啊。后来呢，就是张扬他爸，这厂房闲置着也不肯租给咱们，还有你们，被这个蒙面人给袭击，我三番五次的遭人陷害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说明什么？啊？这还用说吗？肯定就是我那个表叔还有郑传武他们干的呗，说不定啊，还有我哥的份。这里边要是有你哥，你该不会叛变吧？我怎么可能叛变啊？要是那群蒙面人真是我哥派来的，他们拿刀连我都杀，他还在乎我是他亲妹妹吗？他无情无义，也别怪我六亲不认。这个宋树啊，是和我们一块从小长大的，这个人我了解。就他这脑子，没那么多鬼点子，多半呢是被人利用的。我们和钢厂之间的矛盾，表面上呢是和宋树之间的矛盾，实际上呢，是和郑可田、郑崇武他们之间的矛盾。我听梅子跟我说过，由于这个炼钢厂呢是在郑可田的地界上，所以当时他就利用征地的机会，强行要了一些干股。可见，这个炼钢厂和郑可田有直接的利益关系。从根本上来说，郑可田是想利用炼钢厂，为咱们开发煤硅产业、建设生态农业园设置障碍。我算是听明白了，我哥啊被人当枪使呢。可不是嘛，你哥就是个糊涂蛋。哎，你回去好好劝劝他啊，别让别人把他卖了，他还帮别人数钱。我又不是没劝过他，他不仅不听，他还骂我说我胳膊肘往外拐，帮着你们呀对付他。他还说了，要是我继续跟着你们混啊，他就不认我了。那你怎么说呢？我说不认就不认呗，你还派人拿刀来杀我呢。不过啊，他死活不承认有这件事。袭击你们的人，我估计啊是宋叔干的。但是要说杀你们，不应该是他，他不至于那么丧心病狂。有可能呢是他派来的手下的人被逼急了，才起了杀心。我就说嘛，我哥再坏，他也不至于连我，他的亲妹妹都杀吧。所以发生这一切的一切，可以断定，这幕后的黑手就是郑可田。我怀疑啊，这是一个有组织的黑势力团伙。就是啊，这些年在玫瑰村，只要是郑可田想要的，别人就甭想惦记了。甭管是已经拿到了手里，还是揣到了兜里，只要是郑可田想要的，别人就得乖乖的送回来，要不然就进行各种打击报复。难怪嘛。我就说，连我爸都有点害怕他们，也对他们啊敬而远之的，还一直跟我们说啊，千万不要跟他们走太近了。团长，我就觉得奇了怪了，这么多年了，郑可田他们在村里面横行霸道，也没人管他们，怎么政府这么不作为呢？不是政府不作为，你还记得吗？当时咱们举报赌场的时候，有人通风报信，为什么呀？很明显，这是他们在政府当中有保护伞。没关系，别担心，这些人把坏事给做绝了，跟他们算总账的日子早晚都会来。老四啊，你慢点开啊，别把我这架子逛散了。您放心，唐爷，保证啊，完好无损。慢点啊。好嘞，慢点开啊，放心吧。哎，注意安全，老四。好嘞。
别看了，东西都拉走了，我送你回家啊。我倒觉得搬走这是件好事儿。你看啊，你乡亲们如果有什么问题了，直接到家里问，也省着你这么来回跑了。话是这样说，但是我这心里空落落的。你这心里空落落的，是担心郑母吗？他们现在连个落脚之地都没有了，这往后可怎么办呢？这事儿啊，你就别操心了，咱们自己照顾好自己，不给孩子添麻烦，比什么都强。好，回家吧，回家。哎。爸，这事儿都惊动您了，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知道吗？啊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正在处理呢。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啊，带头闹事的依法行政拘留，普通工人批评教育，钢厂坚决关停。小鹏啊，我不反对你大刀阔斧的搞改革，但是你也不能一刀切呀。环境治理的问题的确是迫在眉睫，但是老百姓的饭碗问题我们也得考虑吧。爸，不能因为有个别人闹事我就对钢厂网开一面，是吧？你想想，如果天天都有人闹事，我是不是得让所有的钢厂都恢复生产呢？面对要挟政府的行为，我绝不妥协。我不是要让所有的钢厂都恢复生产，你搞一刀切是解了燃眉之急，但是也容易引起更大的社会问题和矛盾。你现在可是非常时期，不能激化矛盾。你要知道，社会稳定是政府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。我已经做好了防范工作，会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。百密总有一疏啊，万一呢？啊？万一你激化了矛盾，又出现更严重的事情怎么办？我总不能因为怕这怕那就不开展工作了吧？哎，爸，你以前是支持我的，怎么现在突然……我是支持你的呀。哎，但是我也跟你说过，凡事都要有个度。你要是矫枉过正，就容易出问题。你看现在怎么样？问题出了吧？啊？今天啊，是由于那救援人员到现场及时。那明天呢？后天呢？你要是真出了伤亡事故，不要说你当书记了，恐怕你连县长的位置啊，你都守不住。爸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我的意见，先让部分企业恢复生产，要确保社会的安定不出问题。等你书记的任命正式下来了，你再去搞什么治理，那时候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可是这个节骨眼上，你不能出任何问题。你就不要再犹豫了，你是没有别的路可走的，只有听我的，啊！你让大通钢厂首先恢复生产，安抚好工人的情绪。可这口子一开，我以后的工作该怎么干呢？我说你怎么就转不过这个弯来呢？啊？据我了解。你这个书记的公事，这一两个月之内肯定下来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你千万不能出任何问题呀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好的，我听您的安排。哎呀，老叔，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事办的，我从你心里头就佩服你。略施那么个小计，郑路，你看看怎么样？是不是滚回老家去了？郑路他们是现在连个像样的办公地都没有啊！我看村里人谁还信他？合作社，合作个屁他！这才是第一步，我要让他成为丧家之犬，等着吧。
等我的第二步，我要痛打落水狗，让他们彻底玩完，跟我斗，幼稚。表叔，你看这闹也闹了，楼也跳了，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？什么时候能开工啊？我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你急啥？你看话说的赶上不是你了，我能不急吗？张所天天往我这送料，那货场堆得老了，每次来的时候都得现金结，不结也不行啊。那时间长了，那资金链万一断了怎么办呢？你着急就管用吗？幼稚，幼稚，你说谁幼稚？我看你才幼稚呢。这些年要不是我爸帮你，你连自个儿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这些年你爸确实帮了我不少。要是没有我爸在背后给你出谋划策，你能这么平步青云地当上本市最年轻的县长啊？可我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。牺牲？牺牲什么？牺牲了你的初恋，你的爱情吗？你到现在还对宋梅念念不忘是吧？